1910年，一对墨西哥矿工兄弟在300米深的地下矿井中发现了一个洞穴，他们打着探照灯准备对里面进行一番简单的巡视，可几秒钟过后，兄弟俩就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镇住了。他们发现的是一个天然的水晶洞，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墨西哥剑洞。然而在那个以开采重金属为主流的时代，剑洞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直到几十年以后的2000年，另一个巨型水晶洞的发现才让这隐藏在地表以下的天然奇观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个巨型水晶洞位于剑洞下方120米，之前被充满矿物质的地下水所淹没，抽干水以后的洞穴十分壮观，几百根高大的水晶柱错落交织，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外星世界。根据2008年进入洞穴实地考察的科学家测量，洞里最大的水晶长15米，直径4米，重55吨，形成的时间至少在50万年以上。巨型水晶洞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开以后，很多网友立刻联想到了超人在北极的家，也有人大胆地提出这个洞穴肯定是外星来客的基地。众说纷纭之时，科学家又有了新的发现。由于巨型水晶洞里温度和湿度都非常高，人类在这个环境下只能坚持10分钟。也就是说，不管这里是不是谁的基地，反正对我们人类而言